但是很需要人力啊。就是我们有讲在湖里面的戏，然后很不巧，我们拍摄的天气是不太好，就那天有寒流，然后我们在水下待了蛮长的时间，然后本身水性也不太好，然后冷到就是过度换气，对，我没办法控制我的呼吸，然后其实在水下的时候会认一个光。感谢他，因为我们两个在那个状态里面都已经觉得快要不行了，可是的确感受到对方还是很 take care 的这个事情，觉得很难得。对啊，除了失温，还有哪里不舒服？就是会一直发抖啊，然后失温真的非常不舒服。因为我们也会讲说，哎，失温好像听起来好，但我们两个是抖到是我们上去全部包好衣服，然后都已经在很暖状态，我们是完全没办法，而且是。非常大的这样子，到时候会放影片给大家看。因为剧组的话很贴心，他们都有准备那个是救难的那种铝箔纸，就是山上登山用的那种，对，让我们包起来。烤炭火，然后各种毛巾，然后还有什么姜茶油，然后还有现场还有小米酒，有人拿了小米酒，因为酒比较可以让你身体回温。所以他们就是做了很足的防护措施，然后也有潜水员在底下，然后潜水员去穿潜水装都很冷，何况我们是穿短裤，因为原来是想说要贴保鲜膜，可是根本没有，因为我们本来有想要贴那个暖暖包，再包保鲜膜在里面，但是没有用。而且其实我们第一次下去，两个人会觉得还好，可以再拍。第二次下去也觉得还好，到第三次、第四次，从我们两个已经完全没办法。就你每下去一次，你真的会冷到真的不行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。就是生命中最累、最辛苦、最激烈，就是那个时候了。在水里待多久？哇，两天哦。两天的戏，然后每下去一次要待，实际其实蛮久，对，其实很久，一天至少有，整个待水时间可能到5小时，要久一点。这么冷，有办法游泳吗？不会很小溺水？我觉得他其实就是瑶瑶觉得他自己水性没有很好，我觉得他其实已经很厉害，因为他有游，就他有先拍一些游的戏，然后他在游的过程中，我远远看着他的时候，我想说他很会游泳，然后这样就算了，他很会游泳，然后他游的那姿势之标准，我想说也太会游了吧。可是，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心疼，因为他要游的距离有点长，然后光是看他游完那个船程那样之后，还要过来再跟我就是在水里面。真的是超，就是肾上腺素上升加太入戏，所以那一瞬间游得很好，真的游得很好。就那一瞬间，那个情绪到了，你知道游得就很好。跟平常在我游可能不会这样，毕竟这么紧急的剧情，是吧？对啊。那你可以求救他，他会拉我一把，会帮我 hold 着，因为我们要一直泡在水，然后是进不来。下面有放一个那个。那可以让我们站，可是因为我们在水里面，那个水流的关系，你会一直动，所以你踩不到那个板子。那刚好有一次，我就想说，哎，开了之后还没摇呢，然后我已经离开那个板子。对对对，他不知道去哪里，然后刚好抓到他，把他撑起来这样。就是因为眼睛也看不到，我完全看不到，不知道在哪一个方向。好辛苦，而且眼睛一直在吃那个水，因为它是不知道浓度，像海水可能上来。你要有一度溺水就呛到一下，但没有溺水。他还有忘感冒，哎，我讲也没有那么辛苦了，也没有那么辛苦，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。刚想救苗你，好舍不得，今天那么什么的，好辛苦。但拍出来效果也非常的棒，就不用演，不用演，真的真的真实。有没有任何感应到前男友的桥段？你说我吗？感应到前男友的桥段有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你是其实就是想要套我说蔡凡熙会不会回来，对不对？那我就知道了。可能有回忆戏啦。回忆戏算有回来吧。回忆戏的话，不能讲，不能讲。长官说，嗯，稍微看剧情。有第一季的那个片段剪进来第二季，这样可以吗？
第一次合作就是第一次上表演课的时候，就好像莫名的之前就好像有认识，因为我们开始玩游戏的时候就发现玩得蛮起劲的，然后蛮喜欢去斗来斗去，就是找到一个对频率的一点信任。是。其实那就是我自己多虑了，因为我自己可能一开始本来就蛮容易紧张，或者是蛮容易想太多。但第一次上表演课跟第一次跟陆毅碰面的时候，我发现这有多想，就是大家都很开心、很乐融融，然后共同相处。不是菜，有可能是汤哦。或者是点点。对呀、啊。就是好朋友才会这样的互呛，就是在表演上面就是太有默契，我觉得那就棒。但你是我的菜。有人欣赏你啊，欣赏你。哦，位置有特别设计过。对，就对了，安排在这里做梦，有心神意义。你是那个什么？国，台湾的忍不住想要出手吗？怎么可能？这个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。我啦，这个是公公，他真的很优秀，所以又会演又长得帅啊，他又乖，然后又有亲和力啊，这个的所有的优点都在他身上的。你看耳朵都红了。刚我们家是苗说，我穿得很像要去手机看表演。伴侣，对，是他们好多就是，好多我们俩感情很好，很多事情。
是前辈吗？是蛮心疼的，对，就是觉得，但是 我自己的感受啊，我会觉得那他写的不是事情，那没有什么好去做什么。对，因为我们其实从杀青之后，我们几个包括通灵地的演员，我们基本上一个月会约一次，大家一起出来吃饭，然后大家就是聊聊最近的状况啊，交换一些新的意见，所以会觉得蛮可惜的吧？就是为什么报纸要觉得这么生气？报纸要对，就是不知道从哪来的这个消息，但是，但其实，在拍摄过程中，很多时候其实会蛮心疼瑶瑶的，因为他这次真的很辛苦，还有很多很重的戏，有很多要让他一直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身体活动啊，或是什么的，所以其实光在旁边看他，就觉得有辛苦，然后还有这样的心理。我怎么样？我很习惯啦，反正我是从第一集耍赖排到第二集。对啊，我蛮习惯的，对啊，反正事情是怎么样子。身边的人自然清楚，但我不需要去多解释或强调。非常喜欢你的个性。不是啊，多解释就是让他们继续多写一些，没关系。这也帮我们宣传了一波，也不错啦。谢谢大家。我这部戏上一部结束之后，因为对是太像一个就是一个运动员，是一个球员的状态。那回到《通灵少女二》，宇轩是一个先天有气喘，然后也是一般高中生，就在身体上面不会这么壮硕，肌肉也不会这么大。真的是不是啊，就是那时候可能整天练很壮，然后就像一名就是球员。那时候大概配合剧组营养师。他们 每天提供餐点，然后大概三周瘦了8公斤纯肌肉。就吃纯肌肉？不是啊，他瘦了8公斤的肌肉，他剩下的只有肌肉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你吃什么？他就吃营养师配的水，对，水煮的菜，然后鸡胸肉、花椰菜。那时候算蛮幸运，就是还好，对啊，跟我一起，就因为其实我个人很喜欢吃甜点，我是吃货。然后我们都会去找一些我们可以吃的甜点，可能没有糖的，或者是用其他方式制作的甜点，就吃起来就比较健康。就算还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伙伴跟一点点乐趣。像我不是很习惯，我就是想要拍戏，让自己的状态也比较维持比较轻松。毕竟跟夏真差了一轮的年纪。我实际年龄跟夏真差了一轮，对啊，因为他12岁啊，对啊，夏真17啊，我什么啊，所以其实差了快一轮的年纪，所以不算近年轻，变年轻，不止用，没有因为我早变啊，我就是因为刚，我就是他们很会找演员，就是选的那个年纪看起来没有落差很大，所以看起来大家都年纪很轻，对啊。陈小玉这样抽动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然后现在是不是比夏真那时候还瘦？体重没怎么差，但是看起来是看起来很瘦，瘦。谢谢。更紧实，好。对，让腰，我刚看你刚腰啦，衣服选得好，服装是衣服，要头发弄得好，妆化的美感，这都是我的关系。不用人，要长得正啊，没有化妆师请好，就是什么遗传，遗传妈妈对，哦，我妈妈对，对不起啦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没有 get，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以为我进步，那你帮我哭，然后我还一直讲。我想说今天就正经一点，怎么还是会不正经啊？你是什么？不好意思。那个什么，要问我们家旁边的女婿。女婿。
剧了。看过他身材吗？没有。但是有肉吗？他没有戏啊。他为什么那么瘦？演比较虚弱的一个青春的，你们要看过什么啦？虚弱比较没有在运动。在医院里可能有吧，看病之前啊之类的。我是倒没看过，就是如果方便。哎呀，讲笑的，讲笑的，讲笑的，咱这妈妈无这经验，歹势歹势，我是讲。当下人蛮不离啦，蛮不离。啊，没有没有，就是很优秀。今天的戏没有，这次第二季张武轩在跟夏真的互动上面比较像是在高中时期，大家都会想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好朋友，想要找到一个认同或是一个可以理解你的人，比较多都是在朋友之间、学校互动之间得到一个属于了解或认同的高中。感情戏没有，有看到的是我的灵魂伴侣，不能用灵魂找到认同，大过于灵魂伴侣，真的是灵魂伴侣，就是不管我们拍戏的在工作方面，还是我们相处私下相处，其实我真的觉得他很跟台湾讲一句，我觉得那可能是雷生雷是之前就已经是我的那种感觉。还蛮奇妙的，戏里戏外都这样。戏里戏外都蛮奇妙，我们还蛮了解彼此，然后还有很好一定的默契在。对啊。因为其他看了应该会蛮震惊，所以明白我为什么会说是灵魂伴侣。那第一季进的桥段是有宫庙啊，就是要。还是有哦，而且第二季有一打多的，你知道吗？之前都是一对一。可能大家来问事，然后我去帮忙解决，然后面对的可能都是，来问事的人的亲朋好友。可是第二季就在户外的话，就不只是别人的亲属，对，有一些比较集体的啦，或者是有跑到山上海边，多长期拍？我们要上山，然后我们要湖里面，然后我们有到像工厂。没有去过，然后我们去哦，还有往那个市里面的地方，对，然后场景蛮多的，也有在婚礼的啊，然后也有在丧礼的啊，就是你意想不到的地方都可以处理事情。嗯，请后，要来召集人。